开饭，先吃猪蹄，还有辣椒、土豆、鱼。酸辣生姜，
这个得下手。拜拜，南昌拌粉来啦！夏天吃这个就比较爽口一些。它自带花生米，还有那个腌菜、萝卜，调料自带，调料非常足啊。这个米粉冷水下锅煮，煮了筷子能加动，没2分钟，然后捞出来拌一拌就可以了，也可以过一遍凉水。